这个听说是王菲菲女士最喜欢吃的墨鱼饭，咱也尝尝。好拍肯定是非常好拍的，非常的上镜，非常适合出现在老孙姐妹们的书里。今天又是摆烂的一天，不想做饭了，兄弟们，来海德公园旁边尝尝这西班牙口味伊比利亚餐厅。这个东西啊叫 tapas， 基本上就相当于广东的这个早茶，但是他们一般是就着酒喝的。所以咱们看看梅西当年在巴塞罗那都吃的是些什么东西吧。首先这一上来这个餐桌摆的我就很喜欢。好，来小哥给我们倒上了啊。优雅。Thank you， gracias， gracias。咱当着他的面尝一口啊。Sabroso 里面有一点 creamberry 的味儿，还有一点 tequila。 我回去我要点赞。这个听说是王菲菲女士最喜欢吃的墨鱼饭，咱也尝尝。感觉它是用那海鲜鱼油炒的。再来一口王菲菲姐最喜欢的墨鱼饭。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，你瞅这油脂啊，都反光的晃眼。不开玩笑，这真的是梅西最喜欢吃的火腿。店长跟我说他在巴塞罗那就吃这东西，咱们尝尝。这款火腿肉真的是我吃过层次最丰富的火腿肉，它的肥瘦比例非常的匀称，整个油脂在口腔中爆开的那种感觉，我终于能理解梅西为什么对这玩意儿情有独钟了。伦敦的老损姐妹们，这家店又好吃又好拍，如果有半句虚言来球场堵我。这个是比较有名的焗蜗牛的那种感觉，把它做成那个焗 shrimp。 尝一个他们这个 tapas 虾，上面撒了点欧芹碎。味道也是很鲜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佐料去中和虾最本来的海味，虾肉非常的紧致。 Sabroso， 来一块这鳕鱼，蘸点他们这个有点像美乃滋的酱。来一口啊，尝尝这个鳕鱼，刚入口是非常浓郁的柠檬味儿，应该是这个酱。鱼肉太夸张了，非常的新鲜，感觉分层千层饼一样，肉质太嫩了。点了一份这个西班牙烤羊排，油光锃亮的，蘸上这么一点小小的酱汁儿，来一口。烤的火候恰到好处，表面的美拉德，内部的焦嫩，这个油脂太香了，一点膻味都没有。正宗的伊比利亚小黑猪，咱们尝尝这肉烤的怎么样。尝尝这个猪肉配上一块小土豆，口感不经验，它外皮非常的酥脆，里面的肉非常的 juicy， 这道猪肉真的很赞，强推。王菲菲同款伊比利亚小汉堡，来一口。你瞅中间这肉，感觉就是八分熟，非常的嫩，它的肉的口感有一种烟熏的感觉，两侧的面包胚也是经过炙烤的。最重要的是这家店的价格还非常的实惠，这可是伦敦寸土寸金的 Mayfair。 住在 Mayfair 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相当于你把餐厅开在长安街上。西班牙海鲜饭这做的像艺术品一样啊，老神姐们们，来点小柠檬啊。哇，太满足了，虾仁鱿鱼圈。以前吃的海鲜饭米粒都太硬了，这家店的海鲜饭非常适合你我这种喜欢吃软饭的人。但是吃软饭也是有讲究的，软饭得硬吃，腰杆得挺直了。有觉悟还是到用劲。来这家店的都是老板，你瞅瞅这车，司机在外面吃，老板在餐厅里面吃。悄悄告诉你们，老板在下面组局喝茅台呢。如果你们来觉得里面人太多的话，坐在外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拍照真的绝佳，孙姐们。